这仙武妖界竟如此广阔，不知秦先生来到这小小的风月星，所为何事啊？师尊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陛下，万寿普现世，依属下拙见，应立刻布下天罗地网。山雨欲来，奉禹皇陛下法旨，不肯配合者，格杀勿论。 果然如草菅人命的强盗一般，拿下！我在四处搜捕遇到，他倒主动入了蓝火星之局。好一个搅局者！秦羽，若能将万寿谱和迷神图卷交出来，我或可饶你一命。年轻人，你最近闹的动静可不小啊！动手！要做什么？